大家好，你们一定觉得这边非常的熟悉，对不对？没错啦，这边就是不管是国外旅客或者是在地的民众都喜欢来的淡水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边有超好逛的老街，还有美丽的夕阳，以及一望无际的河景，是不是非常的棒呢？听说啊，今天我们要去的呢都是超特色景点，多有特色呢？我也很好奇了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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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 这些鸡呢，因为都跟人很亲近，所以你只要拍手，然后喊过来，他们就会慢慢的这样围过来。像我现在下面呢，就超脱汁鸡了。你看它肋排里面超级 juicy 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完全就是肉汁跟它的油脂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水。你看，哇，哎，它这个鸡汁超浮夸的，来倒出来给大家看，有看到吗？<笑>就是这么浮夸。 每个游客来到淡水，一定会先到这个淡水捷运站，从这边出去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，还有充满美味小吃的老街。这里啊，可以说是淡水之旅的起点哦。这一区的话呢，就算是淡水老街的餐厅区了，有着各式各样的餐厅，比如说异国料理啊，或者是海鲜餐厅，等下咖啡厅等等之类的。但是我们总不可能随便找一间进去吧？我告诉你，秘密就藏在这里面哦。 好，那我现在来吃一下他们这间店的餐点。第一个要吃的是他们的番红花海鲜炖饭，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饭，因为它的香味非常的足。再加上呢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蛮道地的，它用的是这种陶锅，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保温用的，让它的香气不会散掉。好，吃吃看就知道了。 哦，刚刚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呢，其实这个饭的香味就一直飘上来，隐隐约约都可以闻到那个米饭的香味跟它海鲜融合的味道。嗯，它完全都把它那个海鲜的味道全部煮到这个饭里面，而且它这个饭的口感呢，其实是有两种口感的，第一个呢是白米饭，再来就是它的糙米饭，所以它就是两个口感一次享受的感觉，再来就是。 它的海鲜我觉得也有跟当地做结合，就是它这里新鲜的这种类似淡菜的海鲜，它其实它还蛮丰富的，旁边也有顾到一些健康的部分，比如说它旁边有放一些新鲜的蔬菜跟南瓜，还有虾仁等等之类的，反正它整个饭呢就是色香味俱全，每次吃这个饭呢都会想要一口接着一口一直吃一直吃。嗯，再来下一道呢。 我觉得它也看起来蛮浮夸的，对我的视觉算是蛮有震撼力的。它叫做爆浆猪排三明治，你看它的侧面料真的是快要满出来的那一种哦。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一些蔬菜类啊，或者是番茄蛋，还有它的猪排等等。但为什么爆浆呢？试试看才知道。嗯。 我知道为什么会爆浆了，它爆浆是来自于它的半熟蛋黄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蛋黄刚在我嘴巴里直接喷发出来哦，那个感觉真是太棒。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吃这种半生不熟的蛋，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让它整个三明治的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滑顺。哦，不要浪费这个汤汁。它这个三明治的其实咬起来的饱足感是非常够的，而且口感非常的扎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猪排有 1.5 公分这么厚哦。 再加上它外面的炸衣呢，是选用那种日本进口的炸衣，所以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，不会到非常的厚重那样子，吃起来不会腻。来喝喝看他们这间店的饮料，它这边呢叫做慢磨汁，一般的果汁呢可能就是放在果汁机里面做搅拌的动作，但是这个呢，它是使用压制的方法把它的原汁全部压在这一杯里面，它外表看起来就像一杯胡萝卜汁，喝喝看它的味道是不是跟一般的一样。 其实口感喝起来就差蛮多的，为什么呢？一般的果汁呢，如果是用机器打出来的，用搅拌的话呢，它的口感会比较浓稠一点，但是它这个质地喝起来是比较轻柔一点的，再加上这一杯胡萝卜汁呢，我非常推荐给那种平常不敢喝果菜汁的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它喝到胡萝卜汁的那个胡萝卜香味之外呢，它里面还加了苹果汁跟柠檬汁做综合的动作，所以说呢，害怕喝蔬菜味道的朋友呢，这一杯可以喝看，因为它喝起来就跟一般的果汁没什么两样，反而苹果的味道稍微重一些些。现在吃到现在呢，你们一定会想说，诶，所以秘密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不用急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待呢，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。
秘密就在这边啦，这边是他们的二楼户外用餐区了。从这边呢可以看得到完全不一样风貌的淡水河，为什么呢？一般呢我们是在一楼的地方嘛，就是看的话都是几乎水平的，但是从这里看是45度看下去的，阳光打在这个淡水河面上面的时候呢，会好像有成千上万颗钻石在闪闪发亮，非常的漂亮哦。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站在这边欣赏淡水河景嘛，我要找一个位置好好坐下来欣赏这边的美景，然后顺便喝着我的饮料了，我们待会见。